这老是办公室的网快呀，打游戏不卡，而且我已经把密码破开了。真有你的！哎呀，西南，快点！哦，你们两个放学不回家干啥呢？打游戏还打到老师门口了。老师，我们就玩一局啊。对，就玩一局，完了我们就回家。你们呀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可是放了学我也不好说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密码好破是吧？我改个密码不就完了吗？哼！快，抓紧时间，今天多打几把。好。肉肉，你连上无线网了吗？没有啊，连不上。哎呀，这肯定东子老师改密码了。哎，肉肉，你看 ，WiFi 密码。哎呀，你的答案。肉肉。我不会，不过你可是学霸，你来。哦，大哥，这道题也太难了，我好像做不出来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再来。大哥，这是道高数吧？我一个小学生，我怎么会啊？哦。哎呀，这大东老师太坏了。哼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切，我还治不了你们了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